今年固态可是一降再降，从最开始的中低端到了现在的高端旗舰。那今天就给你们推荐款降价后很香的旗舰 SSD， 海力士收购 Intel 存储推出的 Solidigm P44 Pro， 目前 1T 版本只需要500左右。直接揭开它的贴纸，可以看到这款固态硬盘主控缓存颗粒、闪存颗粒均为海力士原厂，什么混用兼容性完全不用担心。而且目前 P44 Pro 发售了这么久，还没有出现 bug、 掉盘等负面新闻，所以海力士三件套还是稳稳的。进入实际测试，我这款 1T 的 P44 Pro 最大顺序读取能有7000兆每秒以上，且 4K 性能也非常强劲，强于同价位友商 4.0 旗舰，打游戏完全够用了。此外，由于它自带的独立缓存，在 HD TUNE 测试中，它的空盘 SLC 模拟容量达到了 200G， 且最强的是哪怕出缓了，它的写入性能依然有1500兆每秒，并且全程稳定成了一根直线毫无波动，搭配散热片使用还能更稳定。这样的缓外性能在一众旗舰高端 SSD 里面都能沉得上眼。 P44 Pro 这款固态性能妥妥旗舰的同时，使用稳定性出色，降价后1T仅需500左右，非常推荐上车。